各位高中嘅同學，你哋好啊！我係婷欣，亦都係 YYM 聲音團隊嘅成員之一啊。咁有好多同學以前都同我哋表示過，就話好多嘅分卷都好難掌握，例如閱讀卷咧，好多時候都唔知道點解咧，永遠係徘徊合格邊緣。而至於寫作或者說話卷咧，好多時候都會諗唔到竅，諗唔到例子咁噶。針對呢個問題，婷欣會聯同港大中文教育同埋中大中文系畢業嘅助教，強勢推出一系列嘅中文奪星突圍課程。課程包括係寫作啊、閱讀同埋說話等等唔同嘅內容，以系統化嘅訓練全面去覆蓋各卷嘅重點。教你點諗，教你點記，教你點答，全方面去 KO 所有唔同類型嘅題目。如果大家想了解翻課堂嘅詳情，可以上翻專利學校嘅網站，或者係去到各分校攞翻本章程睇一睇㗎。我哋課堂上面見啦！